各位观众晚安，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在这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经济研究机构呢，对未来一年大致上都非常的悲观。那么这当中啊，国际货币基金呢再度下修全球经济展望，它已经在三个月之内呢是第二次调降，这个向下修正也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冲击。因为在之前我们上礼拜所看到的，包括世界银行呢，它用天快黑了，那么来形容在未来这一年全世界的这个 GDP 的成长都是往下修正的。那 IMF 呢所这个报告成长率呢全球 3.5%、跟世界银行的 2.93% 大致上更高一点，但是整体来讲是比较悲观的。那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2月呢，我们的外销订单啊开始下降10.5%。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2018年的出口全年成长9.9%，但是12月呢，它的出口下滑4.4%，看起来情况都比较严重。那这当中啊，整体所有的这个在2018年台湾的外销出口这个整个最后的数字3365亿，我们成长8.2%，但是现在看起来开始慢慢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颓势。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当中啊，美国商会调查2019年这个景气预测当中啊，他认为台湾经济的前景有五大疑虑。第一个呢是美中贸易占的比重最高，另外一个是美国优先的政策，第三个是中国对台的打压，第四呢网络的安全，那另外一个呢大概是对智慧财产权的这个损伤啊。大家可以看到上礼拜吴金龙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BASF的六名高阶主管，那他总共把他的硫酸跟氨化纯化的技术啊，把它卖给江化微电子，那大概代价4200万。这当中六个主管有五个人在大陆任职，这个时候呢，六人有五个被收押，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BASF的这个，他是在整个半导体耗材当中啊非常关键的技术，但是台湾的高阶主管就把德国的他研发的技术呢整个卖给大陆的厂，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个弯道超车的路上啊，其实是给全世界带来非常大的醒思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美商商会所特别提到的，86%的在台美商啊，忧虑台湾有缺电的危险啊，这个也是我们在会合家园当中所带来的变数。46%的德商呢忧心两岸关系，另外我们看到苹果的这个现在的风暴呢慢慢的袭来，在经过股价大跌之后呢，大家也在看苹果的下一步的发展。那全球半导体的支出啊，在2019大概都呈现一个下滑的态势。这当中啊，这礼拜我们可以看到最醒目的是有两个人的讲话，一个是华为的创办人的任正非提到，他认为华为的苦日子来了。那这当中啊，他提到这个未来前景不乐观，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那5G的商机呢，不可能像4G这样的势如破竹。这当中他特别提到，他认为全球的智慧产权呢、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所以不是某一个国家可以独享。但是他这个对技术创新的智慧产权，他可能感觉到他没有太大的认知。这当中啊，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要高度警戒黑天鹅事件跟防患灰犀牛，这个也是非常不寻常的。也就是说，你看到当习主席在谈论美中贸易或是对台政策的时候呢，他可以有将这个习五点，但是在经济上，这个国家主席啊，对经济上的黑天鹅跟灰犀牛啊，有这么具体的这个指示啊，这个在历史上应该非常少见。那大家最近可以看到，这家叫康德新复合材料的公司，他去年前三季其实赚了22亿5000多万人民币，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已经打入前额交割，这 ST 啊，股价连续跌停板到现在没有打开。那最大的关键，他有166亿的债务啊，危机没有办法来给付。这当中当然可以看到，中国的企业现在这种债台高筑的情况逐渐浮现。另外一家是三安光电，我相信台湾大家对它非常熟悉，三安曾经入主灿元，但是现在也是晶电的大股东，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有68亿人民币的这个被掏空，现在不知去向，那现在股价连续大跌。这当中还有一个叫嘉言国际控股，它发行3亿5000万美元债，现在息率高达8.125%，现在没有办法复现，最后股价呢一天暴跌80%以上，
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中国的经济整个在往下修，这个往下修当中啊，情况逐渐在恶化，包括中国的汽车产量啊，大概出现28年来首度的负成长啊，所有的指标当中你可以看到，包括经济成长率、进出口的数据，那么现在大概都出现调整。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个关键时刻啊，我们再度邀请到两位老朋友，我们请到台新投顾的李正宜总经理，还有我们老朋友吴家龙呢，来到我们现场。我想对针对未来的景气，在今年这么一片悲观当中，我们到底是怎么观察未来的整个景气趋势的变化？我们请两位来宾给观众朋友问候一下，正宜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新李正宜。好，我们吴家龙。好，谢谢社长、李总经理，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想先请我们正宜兄来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台新投顾在年度展望报告当中最近也出来了，跟观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就从刚刚谢社长讲的这个12月的这个外销出口订单衰退的状况来看，其实12月的外销出口其实比大家预期还要来得差。那其实电子产业呢，尤其是电子零组件呢，台湾这个12月呢，这个衰退幅度高达10%。那你说这个10%有没有很大？很大。但是呢，如果你去跟我们这个邻近的这些国家来比的话，其实还可以哦。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如果去看南韩哦，南韩的这个衰退的幅度呢，它的这个半导体跟电子的这个12月衰退幅度呢，高达12%。那日本呢，达14.1%。那中国最惨哦，中国如果你含电脑的话，它整个电脑的这个电脑加这个手机的这个衰退幅度大概18.5%。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电脑拿开，我们只看中国大陆手机12月对外的出口，它衰退幅度高达31%。哦，那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再看哦，这可能这个衰退幅度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第二季，这个调整到今年的第二季哦。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哦，这一波整个大多头10年的大多头呢，可能很有可能已经差不多已经终结了。那为什么终结呢？因为如果你去看过去几次的这个景气循环或大多头的话，它绝大多数呢都是因为科技创新而起来，那也绝大多数呢是因为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或者是渗透率的这个终结而结束。那比如说我们来看前面几波哦。上一波呢，就是第一波的这个景气复苏呢，是91年、92年哦。那一波呢，其实景气起来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桌上型电脑。那很多现在这个耳熟能详的公司哦，其实都是在那时候创立的，包括 Google， 包括 Amazon， 包括1994年很大的关键，就 Netflix 开始出来以后呢 ，Amazon 开始创立，是一路奔驰到现在。是，而且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包括 Windows 3.1、Win95那个时候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整个起来呢是这个家用型电脑。那家家户户都去买了一台电脑，那当家家户户都去买了一台电脑，每一个买得起电脑的人都买完电脑之后呢，然后也都换机了哦，从 Pentium 1、Pentium 2换到 Pentium 4、Pentium 5，换不上去的时候呢，其实景气就差不多到那个极点哦，就会下来哦，你创新能力不足哦。那第二波呢，其实就是2001年哦，就是 NB。那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呢，2000年那个时候呢，这个有一部这个全世界家喻户晓的这个电视影集叫《Sex and City》，里面的女主角呢 ，Carrie 呢，每天带着她 NB 呢，在这个咖啡馆里面打她的专栏，这个大家看了之后心向往之啊，每一个人都去买了一台 NB， 而且那个时候呢，还有很多的这个 mobile device 刚刚开始起来 ，iPod， 对，包括那个是那个时候可能这个 iPad， 对 iPad， 后面是 iPad 了，就或 PDA， 或者是甚至有股票机，对，很多人到了这个咖啡厅里面呢，掏出来，哇，桌子上满一桌哦，都是这种 device 哦。那但是呢，这个也一样哦。你 NB 到了渗透率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呢，就很难再上去了。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台，你不可能买两台嘛，哦。到了那个地方哦，也是因为这个创新能力不足。2008年哦，当然又加上金融风暴，它就下来。那这一次呢，我们再看呢，也差不多。你看现在 smartphone 哦，从尤其是这个 iPhone 4S 开始出来之后呢，包括这个 Siri 哦，包括那个很多这个 Android 的这个系统出来之后呢，它很多每一个人哦，人手下来人手一台哦，甚至有人手两台。那除非你说我是玩这个 Pokemon Go， 我要一次买10台哦，不然绝大多数人呢，他不会有这个10台的手机哦。也就是说，现在渗透率到这里呢，也差不多到极限了。那原本呢，预期呢还有机会再往下走的原因，是因为5G 的建制。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华为这件事件呢，让5G 建制呢很有可能会大幅度的递延。那大幅度的递延的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再看哦，其实整个景气循环周期呢，很有可能差不多到这里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哦，就很有可能会慢慢慢慢的，我们觉得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往下走。那我们
目前的定调是这个景气是自然的趋缓，不过我刚刚也呼应一下这个谢市长说的哦，今年有两个很大的，应该有两三个很大的议题，因为通常哦这个景气趋缓哦，它不会造成巨大性的风暴，除非出现信用性问题。一旦出现信用问题，就是会出现像2008年那种很恐怖的状况哦。那今年呢，我们在讲哦，有三个地方有三个信用性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债务，尤其是中国的公司债；第二个呢就是欧洲的债务。尤其是欧洲像是意大利啊这种相关的这种南欧诸国的这个债务。第三个呢，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所谓的美国的 leverage loan， 就是这个杠杆性债务，这个也是其实跟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公司债也有一样的问题哦。它现在金额也差不多到1兆美金左右，所以我们一直说哦，这个三大问题呢，三大债务问题呢，在没有爆之前，我们觉得今年大概是这个景气自然趋缓，但是一旦爆发之后呢，可能后面哦大家要比较小心一点。大概是这样子看，这当中啊，刚刚郑宇兄提到了，你可以看到这家叫康德新复合材料，他本来做塑胶啊，那塑胶模具这种，后来转型去做复合材料，挖了大概工厂的高阶主管有一半是台湾人，所以现在财务告急啊，我看大家都领不到薪水，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思考，就很大陆厂挖台湾的时候，大概薪水特别高。所以你在台湾用台币算，大陆是用人民币算，但是相对来讲，它也潜藏很大的风险，因为它的技术大概有些从台湾过去，那台湾真的过去的技术不算非常高阶的技术啊，所以在竞争如果一旦竞争力拉不上的时候呢，大概这个滑下来就非常可怕了。那这当中还有一个要非常注意的，大陆很多企业现在都在借美元债。你包括碧桂园啊，最近富力啦，或是恒大啦，恒大要借6亿美金的美元债，哦，30亿。那这个就是说，这样庞大的债务，它的花债利息大概都在8%附近。那大家可以看到，市场上的利率其实没那么高，但是发行美元债，他们的利息都拉到8%以上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台湾有一部分的公司啊，包括寿险机构，为什么我们第四季赔得很惨？其实有一些啊是高股息债券，然后高股息债券尤其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对台湾起那个连带效应啊，要非常小心。好，回头看，我想先请吴将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市场上非常高度的关注，包括现在刘鹤在30号啊准备启程到美国去谈判，这当中还有包括美国在最后一天要求引渡孟晚舟，那这个也重新掀起一个波澜。那这个我想在美中贸易战当中，现在一路走到这里为止，你怎么观察后续的演变？中国大陆的那个提法呢，叫做增加采购，就是针对贸易逆差的那个削减。那这个部分呢是表面上好像美国在提这个贸易再平衡的问题，但是其实美国真正在提的就是市长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的问题。现在贸易战打到现在，等于好像在打华为一样，好像这个才是重点的啊。所以，那么刘鹤来的时候呢，我们对比于上一次谈判哦，12月1号的阿根廷的那个川西会的谈判呢，发现美国在谈判手法上有一个相似点，就是呢，他不是谈谈打打，就是谈的时候就不打，他是一面谈一面打，同时打。所以12月1号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同时抓孟晚舟，然后呢，那个张守胜自杀。然后呢，在欧洲的那个生产设备用的那个厂房烧掉啊，就是那个晶片的那个厂房烧掉。AMC 了，哎，对，光科技啊。所以你会发现，它有好几个动作同时在配合着这个会谈。那这一次一样，就是呢，在刘鹤要来的前夕来引渡孟晚舟，从加拿大引渡过来。所以呢，美国的谈判策略里面就是还是延续它这个极限施压。那现在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以中国自己的发展来讲，重视智慧财产权，重视这个技术创新，甚至于将来重视这个制度创新，理论上是他应该走的道路。对，现在反而是他在抗拒美国提出来，就是美国提的东西其实对中国好，可是呢，中共自己反而去抵抗、去抗拒，好像说就叫做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其实我不晓得为什么出这么大的差错。那讲到现在，我们发现今年的展望有几个主题了哈，就是第一个呢，全球的那个对景气的信心在下修；第二个呢，中国的经济肯定要下滑；第三个呢，这个智慧型手机这个产业可能饱和。那这几个现象呢，我们交叉比对，当然就会集中在中国大陆那边投资的台商哦。好处的地方就是转单效应，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制造线的确会移回台湾哈，当然有很多会移到东南亚去，甚至于到印度或墨西哥去。那这个产业转型，这个一定会要做。那如果厂商不愿意做，在那边观望的话，那只会
这个等来美国更强烈的一些制裁，包括关税可能会提高，到最后一定要把制造业整个逼出来，啊，所以美国的这个手段还没用完。那台商最好早一点布局，早一点调整，不要再观望。大家看那个九十天的协议啊，你最后怎么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当时是这样，美国提出来的一些要求，所谓结构性改变的几项要求，那他估计中共做不到，所以呢，他是做好破局的准备，表示我有给你机会，我仁至义尽，他来做这个过程。然后最后呢，3月2号他的打算底牌就是如期把关税从10%加到25%，啊，所以他现在等于走过场。那这个90天里面有一半的时间大概是在放假，哦，再加上那个联邦关门，所以真正可以用来会谈的时间大概就半个月，或者30到45天，一半左右而已。对美国来讲，这个缓兵一下 ，OK， 不是很大的一个让步啊。那美国基本上不会对它的结构性改变这个要求啊退让。那中共这边呢，好像也没办法答应，哦。那现在一个大问题就是啊，出口导向的经济要转型成内需的话，非常困难，是事实上几乎做不到。所以呢，他现在出口动能被挡下来以后，接下来中国大陆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困难。那习近平讲的那个黑天鹅跟灰犀牛，这里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习近平的财经团队或者财经内阁要去预防黑天鹅跟灰犀牛的，怎么会变成国家领导人出来跟社会讲这个事情呢？这是你的责任，啊，这是你在掌管财经事务的这个当局哈，要去预防黑天鹅跟灰犀牛的。解释名词一下，黑天鹅是发生的概率很低，因为大部分的天鹅是白的，但是一旦来的时候冲击很大啊。那灰犀牛是呢，你看得到这个风险，你看得到，但是呢，你几乎视若无睹。等到它向你冲过来的时候，你要跑来不及。啊，这个他讲的当然是跟债务有关了哈，所以现在美国除了打智慧财产权以外，另外他还在重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泡沫问题。有人说哈，贸易战的主战场在房地产，中国房地产，也有人这么说，这个也有成立，就是这个债务问题的确是一个即将引爆的一个炸弹啊，这个金融上最大关键哦，你可以看到，其实今年2019啊，30年前是1989，所以为什么今年要非常小心，就是说。上一次1989年的时候，你在路上你碰到日本人哦，那个在房地产很高的时候呢，日本人也很嚣张啊，他们搭计程车拿10000块在那边路边招摇啊，然后上去，他说有一个3个日本的那个银行的主管啊，到银座啊喝酒啊，他说叫一部计程车啊上去100万日币啊丢给他哦，那这个告诉你说，在经济膨胀的阶段，大家浑然忘我。但是等到掉下去之后呢，你的灾难就来了，所以日本当年的这个例子啊，大家还是要非常谨慎啊。为什么？我上次在讲邱汉先生在家里有银行叫他贷款，他说你签一个字就可以贷。他说那一天我如果都给他签了，会贷35兆日币。他说还好没有借啊，那是借了他们不见了了。等一下回来我们请李正宜来跟大家再谈一下，面对这种这么多，大家已经这么悲观的这种变数，我们在未来的猪年的投资。到底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因为我们每一年呢，很乐观的时候，你看去年有人那一张狗哦，从狗尾巴开始到狗的头啊，大概认为会涨一整年了，结果刚好倒转过来看，刚好相反。今年那个猪年哦，大家都很悲观。现在看起来悲观当中有没有一点曙光？等一下请李正宜来告诉大家，稍后回来。好，欢迎再来回到现场。我们看到，在经过去年全球股灾，大部分的国家都下跌，只有巴西、印度、纽西兰等少数国家上涨以外呢，那么今年呢，元月效应几乎全面是涨势。这当中，我们稍微看一下统计到这个礼拜四为止，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啊，道琼是在月线上它涨了1248点，涨幅呢5.35%，那纳斯达克呢涨了5.89%。这个 MBI 的生技分类指数呢上涨11.36%，就等于把去年跌掉的全部都涨回来了。那费城半导体涨了2.66%，这个在礼拜四晚上我们看到美国的包括莱电的包括 ADI 啊股价大涨哦。那中国的股市在去年大跌之后呢，
沪深300上涨4.33%，深圳 A 股涨3.82%，另外上海的 A 股涨3.5%，香港恒生也上涨4.5%。台股呢相对比较落后，我们看到加权指数涨1.22%，主要关键还是台积电表现相对比较弱势。OTC 呢上涨3.22%，那摩台呢涨了0.73%。换句话说呢，外资在开年之后啊，大概是比较保守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看起来原业是比大家预期稍微好一点，是开低走高的。那我想大家很关注，在台新投顾今年建议你的客户是在面对这么多变数当中，你们的策略是什么？其实我们应该是最早悲观的，我们大概是去年进入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悲观了。那反而是到了第四季，尤其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尤其是圣诞节前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市场非常悲观的时候，我们反而开始觉得今年的 January effect 会非常的明显哦。但是呢，其实现在市场呢，其实氛围开始有点转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直觉得3月1号中国跟美国的deal它不会是一个真的deal，它不会是一个就是中美贸易战从此风平浪静的deal。我们猜想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这个定调应该还是不会变哦。那再加上呢，其实这个前几天这个王岐山在达沃斯的发言，其实让人家有一种捏一把冷汗的感觉哦。因为原本来说，我们觉得至少在3月1号之前，中国大陆应该官方的态度会比较和缓。想不到王岐山的发言其实相对比大家预期来的强硬，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其实今年其实是可以抱股过年。我们觉得一月行情其实基本上还没有走完，但是持续开始往二月底、往三月那个地方靠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状况还是不太明显哦。那再加上呢，其实你看哦，今年现在美国有所谓的这个政府停摆的效应。那根据估计哦，每一周每停摆一周呢，美国的这个每季 GDP 呢会衰减0.1%到0.2%。那如果停摆，它刚好停摆12个礼拜的话，那就刚好衰在2.4个月。那今年第一季美国 GDP 就是零了，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第一季的 general effect 走完之后呢，其实市场还是要回归丑媳妇还是要见公婆。整个经济数据出来，包括从这个2月1号开始出来公布1月的 non farm。我猜想就不会太漂亮，那相对的数据应该还是会持续慢慢往下走，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客户今年第一季、第二季，甚至到第三季上半季，我们都觉得会比较保守，所以我们认为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布局的是黄金，应该是这个公债，美国公债，那尽可能去避免一些公司债，尤其是美国跟中国的公司债，这种其实债务上问题很大的问题，这个其实都应该尽可能的避免。那当然，在台股这个部分呢，我们觉得，一月行情其实还没有走完哦，我们觉得甚至有机会再去挑战10000点。但是我一直讲说，今年呢，台股呢就是一句话，上档有限，对，就是一句话叫做 “Sayonara 万点”。对，你看到万点呢，一定要记得赶快跟他说 “Sayonara”， 我千万不要在万点的时候跑进去买股票哦，要是 “Sayonara 万点”哦。那反而是到了10000点之后呢，大家相对都要比较保守。那后面呢，当然有一些机会财哦，比如说像前几天这个Synix 哦，赛林斯哦，它包括这个 FPGA 跟做这个5G 基地台的，它大涨。这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哦，其实很大的一个机会财就是在 AI 跟这个5G 建制这个部分。那只是说这个部分呢，因为建制的速度要时间，对，它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时间发酵呢，它不会那么快哦，可能是哦，大家炒了一波完之后，发现哎没动没进，又把它卖掉。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觉得会发酵的呢，其实都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呢，这个今年呢，其实大家还是要相对比较保守一点，尤其是当我们预期呢，这一波呢反弹呢，走到2月下半旬，甚至到3月上旬的时候呢，但是说开始热的时候呢，大家务必要比较小心。好，我想你连时间都讲得很清楚啊，谢谢啊。我们来回来看一下这个，到目前为止啊，这个 Tim Roach 啊，大概对美中贸易啊，他看法比较保守哈，将中国这个将承诺在数年内增购1兆美元的这个美国的产品，他认为这个还是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哦。这个张忠谋最近看了这个书《Destined for War》，我想 Peter Namoro 那个《Destined by China》影响非常大。那这本书现在也在发酵当中啊，所以我想美中贸易战这样一路下去，大家都会了解。一方面，美国的这个大家的财富大概都在股票市场，所以股价如果下跌，川普压力就大了。所以你看这段时间美股在稍微大跌，川普讲话就温良恭俭让哦。那中国其实它最大的命根子还是在房地产，所以大家着力点
其实很大的不同。所以我想在经过三月之后呢，我请吴嘉龙来告诉大家，其实后面的变数还是非常多。你认为在2019年啊，美国跟中国当中啊，还有哪一些暗礁你看不到的，可能像黑天鹅、灰犀牛这样突然会跑出来？我们现在看到最近几个是观察的那个时间点，就是2月1号那个时候会出来那个刘鹤来谈的结果，再来呢3月1号的时候看看这个关税是不是如美国现在打算的由10%调为25%。所以在这两个时间点，川普最近都讲很乐观，你的看法呢？他是说会谈进展有乐观，但是呢实际上我估计，因为习近平那个时候在12月1号的时候，那个川习会的时候讲说他要增加采购啊，然后呢，至于结构性谈判的话，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呢，留下来下一个阶段来谈，然后呢，川普就说好，你每个月要增加额外增加200亿美元的采购，那我给你时间，看看你是不是说到算，说了到做了到，所以呢，12月、1月这两个月每个月有增加采购200亿吗？我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所以呢，到时候川普会说，我给你时间了，让你证明你自己了啊。所以现在完全关键在看，说刘鹤这一次来，主要谈的就是结构性改变。那已经把工作副部长级的工作阶层会谈已经把它打回去了，表示说其实这方面没有进展，美国在加压力。就是除非你刘鹤这一次拿出结构性改变的具体东西出来，而且美国所谓的具体东西，因为以前中共的承诺没有可信度，所以呢，他现在会要求什么？叫做可规范、可验证。就是你的东西要细节要讲出来，你要打算做到什么程度，做什么东西，要变成让美国可验证。你讲的这个大概就是智慧财产权的，其实现在关键就是说，我看最近任正非在接受大陆的媒体访问了，他也提到他认为所谓知识产权呢是这个人类的那个共同财富啊，就是这个普世价值，他认为应该共有的，但是你可以想一想。西方世界对智慧财产权是非常重视的，就是说今天我的专利我申请了以后呢，它一定的我花了成千上百亿去研发这个技术，我当然可以得到专利的保护嘛。对啊，对大陆来讲，他认为我这个对人类这么好，我拿来用当然理所当然啊，这个价值当然差距非常大，他认为我抄来的弯道超车，我这个能够让是速度加快，对，把成本降低，对人类是带来福祉啊。但是这个是东西方非常大的出入啊，你怎么看这个旗舰怎么？一句话回应你这个问题，好问题，就是啊，智慧财专利权到期以后，那个专利就是人类共同价值，对，专利没有到期以前，对不起，你不能窃取，对，这么很简单，对，就是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不是无限期，这个没错，但是呢，你不能说人家还在专利有效期内，你去跟人家窃取，这个当然不行嘛。好，这当中其实它影响台湾非常深远了，就是说你看最近的联咏啊，就他有四个主管把他的这个驱动 IC 的 OLED 的驱动 IC 的技术卖给那个明鳌公司啊，而且他们四个都在大陆的公司任职啊，现在检调也起诉他们哦。那我想有一段时间大家对台湾的这个科技界的人士啊，到大陆去上班都很羡慕啊，因为你到那边薪水大幅增加了。那但是这当中对于把母公司的技术偷给大陆，这个现在我看风险非常高啊。这一点未来你对这两岸的影响到底会多大？社长讲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估计美国会在这方面跟台湾好好谈，就是说台湾的企业跟美国原来的合作关系，让台湾的企业有很多技术创新，再像台湾自己的努力等等，那这些东西不能再像之前啊两岸交流的时候那样子移转到大陆那边的企业去，因为现在就是说台湾原来跟大陆的交流是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中共之间还在和解的状态，从现今年从2018年开始，美国已经跟中国转成是什么？把中国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现在开始都是一路是对抗，由和解转成对抗。所以台湾现在有点慢半拍，因为之前在美中和解的时候，台湾的企业去大陆 OK， 对不对？对。但现在不行，现在等于说美国现在开始一个一个算账，就是说你把很多技术不应该拿过去的拿过去了，那美国一定要打台湾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要为后面树立一个范例。所以那个陈振坤判15年啊，这个联电的进华，你看到联电球场200亿，啊，这个给台商其实很大的启发了。对，就是说美国一定要阻止台商在透过跟美国这边的合作交流等等，
然后去把技术再转到大陆去，这样的话等于开一个漏洞，那智慧财产权的这个问题等于美国等于白打了，那不可能，所以美国一定要堵这个漏洞。那香港的部分是转口港这个漏洞要堵起来，不然的话你那个毒药丸条款等于白搞了。所以呢，这些我估计今年跟明年就是整个市场在消化中国经济的这个放缓甚至于衰退。然后呢，整个经济在市场在消化这个智慧型手机的饱和这件事情，在等下一个杀手级产品出来，那包括5G 的应用可能会比较延后一点，所以市场今年到明年还在消化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那民主党大概会打这个川普的一些事情拿来做文章，因为反正也不弹劾也不会过，所以他等于是对川普来讲不打白不打。就是众议院提出一些对川普不利的案子的话，反正在参议院不会过，所以他干脆就是为选举来操作一下等于杀杀共和党的锐气啊，这样子。所以估计今年跟明年大概就是主要就在消化这三件事情，就是美国总统的大选，这个中国经济的那个衰退，再来呢，甚至于房地产泡沫可能破掉，再来呢就是那个智慧型手机的这个饱和，这三件事情会让全球经济跟信心都会稍微拉回来，这当中，但是呢，还不至于造成崩盘。好，李正宜可以的话补充一下，其实巴隆斯在去年10月大概就讲，全球经济三根脚大概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手机，一个是房地产，现在看起来都出现状况所以这个影响当然非常深远。苹果当然是一个，那台湾有台湾的问题，你看到像地缘政治当然是一个，包括台湾的缺电啊，这些大家其实都很 care， 所以我想这个如果我们把2019年的台湾的这个基本面呢，你认为后续还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缺电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其实对于这一次转单，很多我们去前线跟这些厂商访谈他们其实很多人不太愿意回来台湾投资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台湾的这种基础建设其实是非常没有信心的你要知道，他盖一个厂可能是3年2年，他盖完厂之后，你跟他讲说没有电，那他基本上他所有的投入都是 sunk cost 的。所以到最后面，很多人愿意其实反而跑到这个东南亚去那这个其实我们，尤其是像你看最近这个风电的问题风电这个其实也没有通过那其实对于台湾的这种就是这个所谓的 energy policy， 我们觉得要需要再更这个 consistent， 然后更长远的，而且这个东西呢，你必须要去考虑到台湾这些电厂或者是这些工厂它真正的需求，而不是说我们clean energy 本来就是一个大家未来想要往那边走的一个方向但是你可能走太急，对你这个时间呢，不是说我定了之后，我非要在2025之前我就要飞核什么，我定了之后就不能改。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接地气。所以是公投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对，这不是一个接地气的方法那其实我们觉得那个公投，其实我们看起来很有趣如果按照那个公投的那个结果，第一个你的那个核能不能开，核四不能开嘛但是呢，核三可能可以延役，但是以后呢，这个火力发电每一年又要少1%其实我们在估算可能到了2020到2025年左右台电的发电成本大概要增加24%。那你要不要加电费？对，加了会不会变成台湾的这个黄背心运动？对，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你不加的话，那这个钱是谁出？对，到最后还是政府在补贴嘛？这个其实对台湾的财政其实是不利的。所以将来谁去执政都会困难。对，这个其实。能源政策呢，我觉得是台湾产业政策一个很大的盲点，而且一直以来呢，双方面就是蓝绿双方他们都会认为说，只有我的政策是对的所以就是一上台之后就把对方的政策改掉。其实我觉得这个能源政策它必须要是永续的，是一个 consistent 的一个政策可能是蓝绿双方要先坐下来谈，我们先把这个能源政策定下来之后呢，我们之后呢，这个才能够去外面招商引资，让这些从中国大陆逃走的这个台商回来。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我想在最后剩下2分钟吴嘉龙告诉我们，在今年的投资有哪些可以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来省思的。第一个，社长刚才那个苹果的股价一直摔的那个问题很明显那个趋势很明显。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美国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从3.2附近一直拉下来，拉到快2.6这边，这个事情也很明显，就是说全球的避险情绪在上升。那产业的前景现在进入不太明朗的那个情况，再加上中国经济的放缓的冲击，现在美国的对策应该是把它放慢，让它比较平均一点，不要就是摔得太猛估计是，所以中国经济会放缓，但是呢，有可能美国不会打那么急，以便就是说要避免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然后到时候经济难民涌向周边国家，这个不是美国要看到的。
好，我想在这当中，其实最近你看到委内瑞拉已经开始有一些新的变化了。委内瑞拉一个35岁成立临时政府啊，这个美国公开立刻支持，这个在全世界来讲，这个是很少见的哈。那我想在地缘政治当中，未来的很多的情势看起来都要非常留意。也就是说，现在所谓的黑天鹅是发生几率很小，就以前欧洲人看天鹅都黑色的，都白色的，那突然有黑色，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啊！突然开始黑天鹅出来之后呢，造成巨大冲击。黑犀牛是远远就看到那一只牛在那里了，那你它也对你没有什么动作，但是一旦它狂奔而来啊，直接命中你啊，大概你就会死于非命。这个大概就是这两种差别，但是我认为核心呢、啊，最大关键很可能就在中国庞大债务，不管企业债或是这个。房地产的，我相信在这当中，如果它一旦引爆，我相信这个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好，这是我们面对猪年即将到来，我想给大家做了一个沙盘推演，给大家做参考。